今天是8月15日，星期六的清晨，现在的时间是4:52，我们抵达这个燕山登山步道。我们从这边走上来，车子是放在下面的停车场。这是大钟吗？燕山的大钟啊。我这个画质哈，要快，那种线哦，参差不齐啊。今天是109年8月15日，星期六的清晨。啊，我们一大早就抵达这个山峡，这里就是燕山。啊，这边有个大钟。这是燕山登山路口。现在的时间是5:04。我们走在燕山的登山路口，准备要进来去了。现在天气还没有亮，我们车子停在这里。啊，这个登山路口这个只有这一间洗手间了，唯一一间。走在这个山路小径啊，一大早来这边摸黑，你要开灯，等一下很没有电了。不会，因为这路没有。哦，对哈，这路没平了。那踩到滑滑的。这边比较好走，
下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101啊。哦，这个路不好走。呀，非常险峻，你看，凹凸不平，走在这个山间小径啊，山间小径啊，往哪里走？往下走啊。这边没有路了，就往下走了。有个泥土路，有点滑。这个要步步为营。哦，现在要爬这个，现在是5:57。我们走到这里来了，这不好走哦，有点滑。再走这个山路，崎岖险要。要考验你的耐力与毅力。哎呀，不怎么好玩。今天是8月15，星期六的清晨，我们来到燕山步道，走这个林线森林步道，很有挑战性。昨天有下雨啊，这个小径有一点湿滑啊，步步为营。哎呀，不能晃神打滑。不过还好不没有积水。没有积水还好。叽叽叫哦，丛林鸟叫声。叽叽叫。不好走哦，这山路。看看我的后面这条路。这是燕山步道，燕山登山步道，开始爬了。开始爬，
休息处。啊，彩色大碧岩，大岩地啊，哪里？长春里没有，还没到。还有多远？看、啊，彩色大碧岩呢。嗯，这里好香哦！啊，你们闻到花香味？啊，哦，原来种这个的，这是什么？茶花。茶花，对，茶花。哦。群山环绕。哎，美景尽收眼底。走，走。哦，你咬炸。哦，走走。现在没炸。哦，你咬炸。哦，背个车来。这里是三峡燕山，哦，燕山步道，啊，来这边挑战，啊，结果崎岖难走的，这山路小径，到那边去休息片刻。这燕山，啊，彩色大岩壁，要往那边去，啊，这个是路线图，导览图啊。燕山尾，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再往这边走，走到这边来，还有一段路，还有一段路要挑战。有没有很多蚊子？嗯，还好你几点来啊？啊？你几点起来？四点。四点哦。哦，我伫厝诶，四点出发。哦，你比我早，我四点才起床呢。较起床哦。嗯。我四点出发，为杨梅来。哦。这啊，塞车。哦。哎呀，塞到十点钟古左右了。嗯嗯。好了，6:30，我们抵到这个福德坑的三角点了。燕山登山步道，要到彩壁去。从这边走过去啊，啊，是央峰大钟。啊，我们早上是从那边来的。现在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去了，走这个丛林小径，啊，蜿蜒曲折。啊，树木很茂密，两旁的树木非常的茂密。今天是8月15，星期六的早上，现在已经6:30了。我们要到彩壁去。6:34抵达这里。6:34抵达这里哦，这里个瞭望台。第一次来，很新鲜。哦，这里被人踩到光光滑滑的，嗯，这里哦，这前面是什么？三峡是吗？哦，那边是桃园中立。桃园中立啊。
那就前面那个是什么溪啊？大汉溪是吗？石门水库留下来的。石门水库留下来大汉溪。6:50我们躲到福德林，这里是福德林，福德林这边有一个歇脚处，福德林的歇脚处啊，这边可以喝茶休息片刻。现在的时间6:52啊，往这边走过来去，来去那边看这个美丽的城市。燕山啊，福德山、福德坑山，三等三角点啊，1103号，高度呢321公尺。啊，这个燕山的三角点，哎，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，来到这边了，福德坑山。7:04抵达这里，要往这边走下去。我们是从那边上面走下来，来到这里，拍拍这个地标，要往这边走过去。这个石头路，这个有点难走，有点滑。蚊子很凶，不怎么好玩。哎呦，再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好远啊！好远。7:09我们抵达这里，要往永安宫50分山的方向走去，往那边走去。7:12我们抵达这里，往50分山去方向去。我们现在要往这个方向走去。这路有点湿滑，步步为营。因为昨天哦，刚下完雨，
我们来到这里了。有一堆人在那边看景纳凉，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，现在要往这个方向走上去，走过去，要爬这个石头，这个没有阶梯的，往上登。下去啊！往踩壁下去啊！踩壁往下走。哎呀，踩壁往下走。7:21，我们抵达踩壁。彩色岩壁啊，在出名的地方，彩色岩壁。彩色岩壁啊，这是一块大石头。我们是从上面走下来，来到这彩色岩壁。千里迢迢不辞辛劳来这边一睹它的风采。这个三峡哈，三峡的彩色岩壁啊，我侄子带我来啊，对啊，这彩色岩壁啊，啊，这是天然的哦。再用超广角来拍啊，这是彩色岩壁啊，三峡鸠山啊。央山的央山步道，彩色岩壁，这个彩色岩壁啊，这个不是人工绘画的啊、哦，这是天然的，天然的啊，天然奇景，这是台湾秘境。要来看看这个景哦，是要有相当大的耐心与毅力啊，才能抵达这里啊。不是没有三两山哦，千万不要上两山啊。吨位大的啊，千万不要来挑战啊。这个山路崎岖哦，非常险峻难走。这山路都是滑滑的，昨天刚下完雨，今天是109年8月15星期六的清晨，我们早上呢3:30起床，4点出发，现在7点多我们抵达这里了。好了，现在往哪里去啊？往回走。那边是另外一条，车不是在那边。这里啊，往回走啊，这里啊，多拍一下啊。台湾处处都是美景哦，没有来的会后悔。
那边彩色岩壁。来这边探索，寻幽探索，还好，天气也凉凉的，阴阴的。现在我是满头大汗，汗流浃背。哦，我们现在往回走了，来，我们往回走了。7:30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彩色岩壁，要往回走了。啊，往回走。哇塞，好高啊！啊，多啊！啊，膝盖会碰到我啊！哦，这个真的，我往下走不觉得，现在往上走才知道说，哎呦，好陡、哦！那膝盖会碰到阶梯啊！不能往后仰哎，哎，哎，我们从下面爬上来了。哦，7:32，我们抵达这里了。7:38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啊。7:38啊，我们往回走了，来到这里继续健身，继续健身啊。哦，这个路不好走哦，不会危险，但是不好走，歪七扭八的，那个在山路上，这样不好走。这种路还好吧？这不会危险了、啊，只是不好走而、啊、已。这石头很多、啊。对啊，石头很多。这不是阶梯的，都是石头路。大石头。对啊。如果你觉得乱石不道，那个五寮间的路就是跟这一样，都大石头。这个，然后比这个难度再稍微再难一点。那我觉得这乱石不道，你可以找段看看。这个乱石步道不好走，就慢走慢一点啊。对我们走蛮快的呢。啊，这个是走蛮快的呢。这膝盖会碰到石头啊。啊，都是这种山路啊，这小径山路。往那个方向走去。这个五寮间假日也很多人去爬。五寮间啊，它比这里还要再有挑战一点。我觉得这种，如果你们觉得还好的话，五寮间就可以去挑战。这个这类似啊，但是比这再难一点。再难一点，比这再难一点。像这个，像这个都木头道的呀，这样跨上去呀、啊，
要跨上去啊。那个步伐非常大。了解那边道路很多。走在这个乱石步道里面。乱石步道，叫乱石步道。大腿的力量要一直。对啊，大腿、大腿、小腿都要有力。他一下就没力。那这个石头这么大，啊，一口气要登从下面登上来。你这大腿、小腿都要有力啊。7:49，我们从那边走上来，我们去看过了七彩岩壁，现在往这边走回去，沿路走回去了，啊，这个阶梯就在胸前。走这个乱石步道，摇摇晃晃。刚才我是从那边上面走下来，现在走这边走过去。啊，有人来了，叽里呱啦。啊，哦，大家好早。哦，我们洗头啊。没有空气，一定要休息。哎，哦，好了。8:32，我们抵达这里。爬上来。我们现在要往这边一个景点，制高点来去欣赏美景。7:30，从七彩岩壁走到这里，8点多，8点多到这边来，早上登上来的，早上来，那是清晨。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哎呀，再度登上，啊，再度登上来啦！哎呦，哦，那是白天版，哎，这白天版，哎，早上那是清晨版，现在是白天版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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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啊，啊，啊，远离尘嚣，哦，来这边三峡这边登这个，这个大山啊，这个鸳鸯山步道，哦，鸳山步道哈，啊，鸳山步道。啊，居高临下，小塞了。啊，高速公路哈，有点小塞了，慢慢的，哎，往南的有点塞了。哦，8:44，我们来了大钟了。8:44，我们来到大钟了，回到这里停车场。啊，早上我们4点多来，我们车子停在这里，现在越来越多人了。8:44，哎，上洗手间了。早上我们就从这里进入。哇、oh。